黑友聊世纪，天天动心。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 今天来看哥德人对上波西米亚人，这场比赛是天梯的竞技场地图啊。OK， 那这场比赛呢是天空熊对上 Hera 啊。天空熊呢这次应该是随机到了哥德人啊。哥德人呢在竞技场的表现呢算是普普通通，不会太强，不会太弱、啊。在一些特殊的打法里面哦，它是有一定的强度在的。那以大现况来讲，这个哥德人的打法还是比较需要靠火枪、火炮，还有投石车，还有大量的步兵哦，才能在竞技场内发挥得当哦。那后期还是需要转一些大乱码进行多线骚扰会比较适合。好，那接下来看一下波西米亚人呢。那波西米亚人呢，在竞技场的表现是非常的优秀的，因为他很容易撑到这个帝王时代，而且城堡时代就有火枪兵可以使用。所以这一场有点算是 Hera 已经 counter 到了哥德人这个文明了哈，所以 Hera 算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个文明选择。那 Hera 应该也是选择随机啦哈，那两边的随机刚好天空熊选择到了比较衰小一点的哥德人哈。那波西米亚人呢，他的特色是修道院研发神圣思想跟宗教狂热，可以让自己的村民增加血量可移动速度，而且有免费的挖石跟挖金技术，所以他在城堡时代的经济这个是非常好的。黑暗时代的话，波西米亚人没有太大的优势，一定要到城堡时代经济加成才会比较多。那波西米亚的后期呢，还有这个榴弹炮，这个火炮可以升级成榴弹炮，那它的落弹范围更广一些。那波西米亚的打法呢，还是围绕在这个火枪啊、战车、榴弹炮还有骑兵身上啊，只要出招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能打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两边的竞技场的升级打法。那 Hera 这边是选择了先三个人伐木开局，后面补了一个房子，好，这里鹿跟羊都有在吃，好，然后再拉一头猪回来。好，盖完房子之后，马上就去盖魔房。Hera 这边是一个正常开局，那看一下哥德这里。天空熊这边的开局方式其实跟 Hera 是相当接近的，基本上是87分项，不能再多了。好，那天空熊是四目开，那 Hera 是三目开，这边是一个细微的差别。那为什么说这样的差别？其实在竞技场来说，我觉得差别不大。如果你是在阿拉伯来说的话，那可能就跟你的战术有关哦。那可能会你的邦邦会更早出来啊，或者是你的肉满升级会更好一点哦。那当然，木头少跟木头多这件事情在前几次真的有差别，所以大家要去记一下会比较好。那天空球这边应该是要来打一个双伐木场开局，这边可能要再补一个伐木场。OK。双伐木场开局，黑暗时代这样打的话，通常是打直城吧，没意外的话。Hera 这边呢是没有先补下双伐木场，是就去吃这个野味啊，先把野味吃光，然后点下了封建时代的升级。后面这里补下了一个采矿地，这里也去补更多村民，然后是单伐木场。单伐木场跟双伐木场的话各有优劣哦。毕竟双伐木场还要再投资100木头，但是它的伐木的效率会再更好，因为村民的不用再离得更远哦，就可以马上去把这个木头给补回去了啊。单伐木场的话，虽然村民可能会走得远一点，但在于前期来说，并不是差别那么大。到了城堡时代之后，单伐木场的劣势才会显现出来啊。OK， 波西米亚这边是补下了市集跟兵工厂，哎呦，没有补这个军营跟马厩哦。那天空熊这边是补军营，升级时间稍微慢了一些些，26寸而且应该是有按织布吗？啊，没有，哥德人织布是一秒可以研发好的哈。但黄金有点少，我刚才看他有没有按哈。好，这边再补一下马厩跟兵工厂。新马厩跟兵工厂在竞技场来说比较常见是因为要去捡生物嘛，一定要出肉马去砍对方的僧侣啊，然后才可以去抢到这个生物的控制权。Hera 这边呢是决定直接下兵工厂跟市集哦，那就代表说他并没有想要抢这个城堡时代的肉马，肉马去抢生物的一个环节，可能就直接弃掉生物，然后转打一个经济流。或是转打一些特殊打法，例如保压城堡之类的。但是他这边没有挖石头，所以暂时还看不出来 Hera 现在是要干嘛。
好，这里要开 TC。OK， 这里开 TC， 这里也开 TC。OK， 那确实是一个开 TC 弃生物的打法。那这个打法呢，是之前我们的台湾教练克劳德啊有讲过的一个肉马狙击流，但是他这边比较特别，是直接连肉马都不打啊，三 TC 开农，然后马就也不安轻骑兵，所以 Ella 这边的一个优势呢，是可以先三 TC 经济农上去了啊，然后待会可以直接保压也没问题。好，那这边天空熊是决定要在野外补一个工程器制造所，那生物的部分呢也是有在出 啊，这个僧侣呢一直有去啊去捡生物的动作啊。好，罗马过来打下这个投石车，哦，来不及 CO， 哇 ，Hera 用一只罗马换一个投石车，简直是赚烂了。OK， 捡到了第一个生物，第二个僧侣出来。哦，这个直接点没有射，哦，直接往前面走了。好，投石车开始砸这个城镇中心，有想砸村民，但是 Hera 的反应速度非常快，哇，直接躲掉了投石车的伤害。那 Hera 这边是没有打算捡生物的关系，天空熊直接捡走了 Hera 家门正门口的生物，直接在你面前捡生物，想到了。OK， Hera 这边是决定投石车反击，但没有砸到。那以波西米亚这个文明来说，挡投石车哦，最好是用这个修道院啊，转这个救赎思想是最优秀的。这边砸的是肉马，肉马差点死去，是三 D。好，打了一个擦边球，这边再预判一下，哎呦，砸到了，剩两下，这就是世界冠军投石车啦，跟鬼一样。好，那天空熊这边是差点被击毁这台投石车，刚往后拉走。好，后面补了一个大学，这里补了一个军营，啊，补军营又补大学，但是不能升帝王时代，难道是一个鬼转火枪的策略？军营要出肉马吗？还是要出骑士？我就觉得走火枪可能会有可能，因为对方是哥德嘛，但是虽然投石车你转火枪出来会有点难打。但是没想到天空熊两台投石车全部被 Hera 给换光，还被换到了一只村民。这两台投石车也直接不修，直接正面对决天空熊投石车，但天空熊投石车往后拉了一下，砸了一发，没有预判成功，直接拉走。啊，这里可能要被换掉了，这个血量太少，怎么不修啊？Hera 是故意不修的。好，这边化学补下去了，那果然是要走城堡时代火枪兵的玩法了。好，那火枪兵的话需要大量的肉跟黄金哦，所以我在想他这边的一个经济配置是适合打骑士的跟火枪的，不太适合打其他的东西啊。决定要这样打的话，可能经济要再更好，因为火枪其实蛮贵的哈。哎呦，这个投石车预判成功，换掉了天空熊满血投石车。熊熊为了一只出投石车的关系哦，造成现在 TC 只能两 TC 开农，不能到三 TC。好，三 TC 终于在这个时候补下了。好 ，TC 会开的比较慢，所以现在天空熊的村民差距呢已经被打了出来了，50村对上65村，天空熊稍微有点劣势的感觉哦。好，但没有关系，天空熊还是有换掉会来一些投石车，这个城镇中心也是一直被砸掉。这个血量越来越低，当然现在 Hera 的 村民数是67村打52村哦，村民差距约为15村左右，后面已经开始补下射箭场了。那还是那个问题哦，火枪怎么打投石车呢？不转点马厩吗？或者转个救赎思想啊，去招强工程器，感觉是会比较好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冠军怎么秀。好，那有化学的，像攻击力多加一点哦。哦哟，这多加一点好像有点痛啊！啊，伤害有感。哇，中了！但没有倒。天空熊有预判成功吗？差一点擦边球，先投这一发。哎呀，投得很不错啊，是吧？因为没有坚持要投这台投石车，是打致命的啊。好，这时候天空熊按了这些肉马，也来这边。防止对方的投石车跑过来。
好，那 Hera 这边是点下了宗教狂热，提升了一下村民的移动速度，这样经济效率就会有所提升，村民就可以走得更快去放资源。好，那现在农田数来到了24片田，哎呦，转出来的东西居然是工程塔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工程塔战术，工程塔硬火枪。OK， 这个战术在我们频道好像只出现过一两次而已啊，但是波西米亚的版本也很少啊，也只有一两次的这个经验，所以不确定遇到哥德投石车，然后搭工程塔这个打法。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哦，火枪兵只要数量够多，大概快要满十字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秒杀投石车的。好，那这边是没有打算要去找亲情投石车，而是要去直冲天空熊家里。天空家里好像有看到喽，从工程塔过来，家里开始在围家，想把家里围正面围死。OK， 工程塔过来，把这个火枪兵运进来了。天空熊这时候已经发现到，但已经开始狂按僧侣，这边僧侣确实要一直按。因为暂时天空熊能解火枪兵的东西，就只有战矛兵跟僧侣这两个东西了。哇，开始一发一支。这个僧侣差点被射掉，好放出来，开始刀，好开始乌噜噜 ，OK 应该找不到了，好回到这边来看一下，这边投石车直接用村民去扁掉了，哇靠，村民手撕投石车，天、okay, 这里有个杀机杀啊。OK， 好，那火枪兵现在被僧侣给招降，关系暂时不敢往前，数量太少了哈。好，这边点下了一个虔诚科技，增加一下自己的抗招降的能力。这边再招一次，但每招一次，天空熊就要耗费大量的手势去做招降动作。但 Hera 这边只要往后拉一下就好，然后去做更多的经济增长，或是开始往前压挖石头盖堡的一些动作哈。可以进行这些细节的操作，所以天空熊这边手势是更需要去做反击的。如果不转战矛兵的话，但现在转战矛的话还需要一点时间哦，暂时还是要用僧侣哦才有可能挡得住。好，这里火枪直接被招走了三只，最后只剩下一只僧侣活下来。好，这边僧侣有继续按双修道院，然后这里是补下了宗教狂热。好 ，Hera 这边是把更多的工程塔继续往城墙里面运送进去。好，开始野外在挖金喽，但天空熊也是野外开城镇中心，可能是要来弃家，然后野外求生啊，瞬间化身为贝爷啊，野外开农。好，那这边盖外部的房子的村民开始被火枪射爆。好，这里有个洞走了进来。六支火枪，有点麻烦了。啊，这里再稍微招降一下，但现在僧侣数量明显不够。这里火枪只要过来吗？但是有城镇中心可以射火枪。那天空熊到这个地方还没有点下战矛兵的升级，而是要来直接上帝王时代吗？这个上帝会不会直接去见上帝啊？好像有机会。上帝去见上帝。好，好像可以，不好吧？天空熊，再想一下，木头很多，往上补射箭场，二级射，还是他要点地龙石再转火，再转战矛。但现在转战矛的话，又有冲车的问题，现在五个生物直接被打喷了出来。Hera 直接鬼转冲车，现在村民数还是有点差距，96村对上112村。Hera 这边的火枪兵继续往前补了过来，天空熊这边的僧侣来到了4只，回到了4只的数量。好，但这边城镇中心没有多少村民，没有办法让 Hera 的火枪兵造成大量的伤害，只有少量死了一两只的火枪，只有一只而已啊！哎呀，可惜了。好，这里火枪再次走了进来，直接控制了前方的黄金，这里直接肉身挡火枪，不好吧，天空熊？哎呀，这里有点小亏啊。好，但冲车已经冲到了正面，帝王时代补下，哇，果然是补帝王。好，但野外的经济现在是正在运送。哇，这个投石车砸得很好的火枪，直接一发一台投石车，瞬间收掉。投石车也没有砸火枪，而是选择攻击正前方的冲车。
冲车现在只剩下三四台，哇，不止哦，快变七台了，越来越多，越补越多，没有要停的意思，一直补一直爽啊！好，这里用村民放出来，对着这些冲车一阵爆锤，锤掉了一个冲车，那更多的冲车走了过来，要不要直接原地盖了一个修道院，开始把生物捡了起来。好，在上面补了一些围墙，想要来让天空熊村民难逃火枪跟冲车的伤害。我这个有点狠啊，直接一个隔离，让这边确诊的人哦，就在这边确诊。好，这边终于要转试卷场了，但战矛兵的升级兵工厂可能都被拆掉，要再补一下兵工厂，后面要再补。对，然后首先有点忙不过来，但冲车已经兵临城下，这边用火枪兵，用城堡去射火枪兵，然后用村民去解掉冲车的一个做法，这边会势必损失非常大量的村民哦。没有办法，现在天空熊能打的方法就只有这样子了。好，这里火枪兵数量越来越少，只剩下少量的五支，但是这五支还在很努力的去收掉村民，因为村民收不掉的话，他的冲车就会被锤光，所以一定要用火枪去扛这个建城堡的伤害。好，这边终于受不了，直接躲到了城堡下方，这样就不会被射，不会被城堡射了。我还想为什么黑罗一直不往前，往前躲。好，但这边城堡终于拿下来，看天空虫这边转战矛兵可能有点来不及咯，这里可能要双射箭场啊，双兵工厂，那可能有点慢了，这个有点夹不住。天空熊这边直接打出了 GG， 哇！天空熊刚刚讲了什么话？我们没有看到，好看一下。啊，他是升上去，然后打 GG 了，哇哇，真的是升到去上见上帝了。这个没有办法 ，Hera 这一个打法确实有点猛啊。那这个火枪配上冲车，还有工程塔的策略，在竞技场来说是蛮少见的。那我觉得 Hera 是有点看准了天空熊这边是投石车开始骚扰的前压方法，所以他认定了天空熊家里是一片荒芜，只有双 TC， 三 TC 可能玩下自己有村民上的经济优势，所以想要用这个火枪兵先行进攻，去重创天空熊这边，然后让他增加他的防守成本，可能是有顾虑到极限，所以他才决定途中转成火枪兵加工程塔，不然他这个打法其实可以再更速一点的，但他没有决定要非常速，而是中途转成了大学跟这个试电场，然后还有工程塔的一个策略。那我觉得这个打法相当厉害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。那经济的部分是由 Hera 拿到所有资源胜利，基本上是都赢了有一半以上，大概快一半了，没有到一半以上，黄金赢了一半以上，赢了一倍。那食物大概赢了5000，木材大概赢了1000-2000而已。那看起来 Hera 这边的打法是有备而来的，他对于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了解，遇到哥德人的话该怎么打。那天空熊这边要赶快挡住的方法是前方修道院，赶快去继续产生铝之外，双修道院或是四修道院或三修道院都可以，然后后面要赶快转出战矛兵，因为战矛不吃黄金嘛，然后你自己的僧侣又可以去招降对方火枪，好，赶快挡住之后呢，哥德再盖一根城堡，转出哥德卫队去砍这些冲车，可能是唯一能解的方法。那天空熊这边是选择野外开始开农的关系，所以他的经济一开始并没有这么的好，但我是觉得这个 TC 还是可能要开，可能有点开的太多了，也说不定。那为什么一定要开，是因为他不开的话一定会断金或断死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开野外城中心并不是太大问题，但是后面这边转型有点真的是有点慢了一些，但天空熊的想法可能还是要先上帝，然后有这个三级射三级的工兵铠甲去反击对方的火枪兵，确实就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好啦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，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各位拜拜。